9月13日，王菲女儿窦靖童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个自己弹吉他的视频。她身穿黑色 T 恤入镜，戴着一个灰色牛角针织帽，童趣十足。她低头弹着吉他，神情专注，十分投入。认真弹吉他的窦靖童真的太帅了，温柔的曲调好适合睡前听。晚间，她还公开了一段 demo 小片段，并表示希望以后可以在现场进行表演。这样优秀的她，让人好期待呀！